사과를 형제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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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어여! 이런 거 들고 저거 다져. 저거 다져, 주워서! 아유, 와! 농구선물 다 먹지. 저거 주워서, 주워서, 뭐. 狗子叫 狗草, 人子叫 石锅. 好嘛今天我看你玩个啥子花样你看嘛玩的人吃就是 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吃橘子，买了个石锅，买了个毛肚，做一个石锅涮毛肚，简称竹炒火锅，开干。切点配料，把锅顶过去。再准备一碗香料，我打屏幕上了。2把花椒，加入清水浸泡，1碗糍粑海椒，我是买的现成的啊，就是把鸡中海椒一起煮趴，然后再中碎，就变成了糍粑海椒了。再切点洋葱。 青菜、香菜，再一个香料油，一个小桶盐，阿公点火。然后再开盖，菜籽油、猪油、牛油，油然后下入香料，再开后捞出来提子，再下入豆瓣儿、糍粑海椒、小火慢炒，再下入泡好的大料。 再来点醪糟，小火熬半个小时，再把毛肚洗出来。哦，这个毛肚都有时间哈，今天实现毛肚自由，再撕成大片子。还准备了冬瓜片子、土豆片子、金针菇、火腿、火锅丸子、甜味香肠，熬香后加入清水。 哦，烧菜还在抓住石锅，擦干洗干净，慢点吃溜。上班我看你吃嘛，慢点先吃。只有你想来吃又来了，煮菜来吃。一二三，慢点哦。再把石锅点起，我好久烧串了哦。哎呀妈，真是这个。好久烧透哦。要不我一半个钟头。要烧半个钟头啊要。再加入锅底。 啊，弄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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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呀，火腿肠。哎呀，我看全是糖的。哎呀，好吃，是吧？哎，如果是我吃，别有一番风味了。哦，有点烫。哦，太多了，真难，真真真。还是加点火。要得要得。嗯。哦，哎呦，太爽了。跟平时吃的感觉都不一样吧？应该是应该是我的。我过得比较火，哇，丝儿毛都多。我这个涮锅鸡嘛，又回去吃了。哎呀，八分半。哦哟，太爽了，这个吃样啊。哦，生活不要骨头酱，毛肚不要筋头烫。哦，烫久了就老了。嗯，那叫一个脆。看看用的，哎呀，八十半。那馅儿菜，你装馅儿菜？要的。哎呀。嗯，好爱慕啊。嗯，你吃出来的是味同。这都是个。好嘛好嘛，我吃过嘛。今天看到我过得太爽了哈，你们一定要试一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想互动的朋友们，我呗，我啥工，我们两个人，拜了个拜，拜了个拜。大家好，我上面我约了，今天三遍买了个牛蹄，20只鲍鱼哈，今天做个鲍鱼烧牛蹄，开干。在我们这儿海鲜是比较贵的哈，那么大个头有12个哈，在你们那儿好多。先把这个鲍鱼涮出来，涮了这个黑色的东西啊，再取一下鲍肉，扯掉内脏，取一下鲍牙，再把鲍鱼改成花的，
酱一煮就开花了，非常的漂亮。再把蹄子砍开，剁成小块。阿公，点火鹅。要再开干。冷水下入牛蹄，下葱姜、料酒，三开要煮十分钟，出锅水。切点葱姜，八根香叶桂皮，陈皮两块。焯水后捞出来洗干净，烧油，放点白糖炒糖色，然后就枣红色嘛泡泡，下入牛蹄，来点黄豆酱、豆瓣酱，加入香料，一起煸炒。炒香以后加入清水，调味杨八鸡精、胡椒粉，撒开转小火煮五十分钟。时间到，再下入鲍鱼，再焖三分钟。这个颜色哈都非常的 beautiful 啊！要得了，七哥，鲍鱼靠边。牛蹄中间，再浇点汤汁，最后葱花收尾。就这个鲍鱼牛角干，我厚积点评为你们一个小五星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，我们请哦。要得，黑个。看你这个鲍鱼嘛，我鲍鱼还是红色啊。啊。啥子牛蹄嘛？吃鲍鱼，我鲍鱼吃的。鲍鱼吃吃牛蹄。那我盛就行，我盛就行。好东西都留给你们吃了。来哦，来哦。白面哦，嗯，可以，才十二个，嗯，好的，香烟，有香烟，嗯，吃啥？喂，华姐，那牛肉干脆脆脆脆的，不然我牛肉好吃，嗯，嗯，那牛肉嘛，这种牛还嗲，嗯。嗯，吃蹄子，蹄子也好吃。妈，算了，那个鲍鱼。嗯。哦，送鲍鱼。啊，爽。那你是怕了嘛？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，给我先付了这些关门，关门，不能人，把那个关。